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新年恭喜！感谢各位朋友长久以来对鼎辉的支持和鼓励，关心我，让我感觉真温暖。过去一年，大家日子过得好吗？工作有稳定吗？薪水有提悬吗？咱的国家有更加进步吗？有更加民主吗？咱的政府无论在经济、外交、主权啊各方面，都要看中国的面色，实在啊，予咱感觉真忧心。咱必须了解民主的意义啊，就是要人民真正当家做主，但现在人民对政策有意见，却未当透过公民投票表达意见，严重伤害台湾的民主制度。亲像这种违反民意的政府，实在应该换人来做。敢若新年家家户户都会大摒扫，气骨迎新，也代表对新的一年的希望。明年是台湾关键的一年，是咱改变的机会。无论是国会改选，还是总统大选，咱啊都要意识到手中的选票决定台湾的命运。鼎辉要甲各位共同来勉励，咱的幸福掌握在咱的手头，一定啊要体会到当家做主的真正意义，选择会当予咱幸福的政府，咱才有好的将来。为了台湾的幸福未来，鼎辉一定甲大家做伙打拼。最后，我一次祝福大家新春如意，平安快乐，感谢